有贵鞋。这边在韩国엄청유명한非常有名，有名电视剧，电视剧，电视剧《爱丽丝》。爱丽丝，촬영장소입니다就在这边有这个拍摄韩国非常有名电视剧。看到，就是。네그래서자주잘보시게되면이제드라마에서촬영했던그런장소들이곳곳에서보이게돼요所以你这么看过去呢，整一个这个场景就是在电视剧里面能看到。爱情多艰辛 I do 时时刻刻爱你 I do 给你们的礼物谢谢他要再玩花样，他很适合电影的剧情。